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倒说推背图。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十项。大家在听之前呢，一定要养成习惯，把自己的姿势调整好，站桩、打坐。睡神仙都可以，特别是坐的这个姿势呢，它有很多种，有单盘、双盘、散盘，还有就是坐在那个凳子上正坐，这姿势都怎么都可以的。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整个腰背挺直，不管是站或者是坐，都要求这个整个背部是很伸到直直的一个线，这样的目的呢是把我们这个督脉畅通，这样我们因为在一边开示一边祈求太乙救苦天尊给我们加持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接受到这些能量，来让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个精气神的命功的修为。如果身体不太好的这些同学们就会身体会越来越健康，所以说这是挺重要的一个准备工作。然后才是调整我们的呼吸。呼吸一般来说就是深长均匀缓慢，就这六个字。然后进入这个状态之后，我们要求大家，就像我在西游记道说西游记就讲过，我们的这个整个开始，我们要和这个课程里面的这些内容，这些小的故事要紧密的发生感应。那么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带入，怎么带入呢？就让自己的这个灵魂进入我们这个历史的时刻，这样我们就能发生感应。很多人他可以回忆起自己的过去生过去世，有的人他可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感应到那个时代的一些事件的发生，他都有真实的感应。有的人会在这个过程之中会进入一个很深的这个定境这种状态，这是很好的。然后里面的这些故事啊，人很多的不同的这个身份角色，自己愿意让自己的灵魂带入哪一个角色，带入哪一个状态都是可以的。我们这样就是一种很好的修炼的效果，它可以把我们自身的这个封锁灵魂的这个天门在这个过程之中加持，就自动就打开了。
所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以后都要用这种方式来听我们的开示，达到心灵双修的目的。我们先要来看这个推背图的原文，第十项，它是一共有60项，每一项有一个图案，有一个谶语，有一个颂语，上面有个卦象。第十项是癸酉，坎下坎上，坎，这个坎是一个卦象，坎卦。然后他说谶语，谶语就是一个预言，古代的预言他用这个谶语，就相当于一首小诗，以这个来做一种暗示，它里面有一些破解未来发生事件的一些这个奥妙在里面，叫做荡荡中原，莫遇八流，求水不敌，有穴无头。然后他进一步做一个预言，叫做颂月。颂月就是在这个上面这个预言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的说明当时的这个事件，叫做一后二祖尽生涯，四海茫茫总一家，不但我生还杀我，回头还有李儿花。这整个就是推背图第十项的这个预言。首先它是这个卦象，这个卦象是坎卦，它这个64卦我们讲过，它有卦辞有爻辞，这个卦辞就是一个总纲，它就代表了这个卦的这个卦性和它的要表达的这个中心思想在哪个地方。比如说这个第十项，它以这个坎卦出现，它有它的道理。然后它这个60甲子正好走在这个癸酉，它结合起来就可以成为这个卦象在这个事件里面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坎卦，先来看看这个坎卦。坎卦的整个大象是一个纯卦。什么叫纯卦呢？就是一共有64卦，有一个基础的有8个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有一共有8个卦。如果把这8个卦再重在一起的话，就会8864卦，64卦就这样来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机啊，计算器它就是从这个8卦的这个2进制这样受到启发。8卦64卦它是2进制，什么叫2进制呢？一阴一阳为之道，就是2进制，有阴有阳，有阴有阳，它整个卦象所有的卦象都是阴和阳这两个最基本的元素所组成，而我们的计算那个计算机的基本语言01，它就表达了这个阴和阳的这个就只有2个，所以称为2进，对我们现代科技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然后我们人体的基因密码里面也有这个64，所以它对这个宇宙的这个奥妙。我们来看看它这个今天这个卦呢，它是一个纯卦，就是上面也是个坎卦呀，是下面也是个坎卦，2个坎卦。而坎卦叫做喜坎有虎，就是坎卦它是代表了水，水在我们这个道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质的属性。像道德经讲了什么呢？上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几近于道，就是这个水它的品行啊，它的这个是非常高洁的，它是水有我都像低处流的。你看人都是向高处去巴结，向高处去走，但是水它是向低处走，所以说
它是它的品质和这个道是非常接近的，就是处于一个最虚怀若谷，形容一个人很谦虚，很谦虚，虚怀若谷。所以说，这个坎水本身的，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这个水性的话，那是非常好的君子。但是这个坎卦呢，它有特殊的意义，它是指的一种危险状态，指的是什么呢？陷阱、这就相当于一个连环套连环锁，就把人套进去了。这个卦象是不吉利的，所以说它也代表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预言，它的一个凶险，一个危险性。然后这个坎呢，它又是一个六冲卦。什么叫六冲卦呢？六冲卦就是这个把这个六个爻安上天干地支之后，发现它是三主相冲，就是它下面这个坎卦和上面那个坎卦的天地人都是相冲的。冲是什么呢？冲就乱，代表天下大乱。冲也代表什么呢？代表杀人放火，代表战争，代表危险。所以说，它其实给我们整个大象就是一个很，我们脑子里面就会有一个那种金戈铁马那个战争的场面就出来了，就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就出来了。一个凶险的状态，然后他也讲，捕获了很多俘虏。如果善待俘虏还好，就怕他不善待俘虏。所以说，这个大象本身是水，然后这个甲子呢又是癸酉，癸酉是水，天干为水，地支为金。金和水什么关系呢？金生水，本身这个上面是水，下面是水，然后你还要金生水。就过了，过头了。就像说的，有的人聪明过到头，就反而把事情搞砸了。就说明做任何事情有一个度，所以说我们道家修炼叫做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就是走的一个中道，就是不要偏于左，也不要偏于右，偏于左也有问题啊，偏于右也有问题，处于中道就是最好的。所以说，它这个卦象的这个整个大象就已经预言了我们未来的这个事件。然后这个称曰就更明显了，荡荡中原，莫与八柳，主要是这个八柳。我们中国古代是把这个预言，把这个一个人的姓或者是名，他会放在这个预言里面，把这个字拆开，所以专门有一个学问叫做拆字，拆字学，拆字的。这个八柳是个什么字呢？我们看看，柳的下面一竖下来，左边一撇，右边一撇，朱，朱，就是说这在这一个历史时刻，有一个人是他的姓是什么呢？姓朱，这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这个我们古人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修炼的道长们、祖师爷、道士们，因为这些都是道家的，这是正宗道家的学说、道家的学问传承下来的，他就已经把这个字就给你姓什么都写上去了。然后后面这个也很奇怪呀，叫做求水不敌有穴无头。有穴无头，穴字是什么穴的？上面一撇，把这那一撇当做一个头，把它去掉，这就是一个温字下面的一个偏旁。然后整个卦象都是水呀、啊，然后这个求水不敌也是水呀、啊，水的偏旁啊，就是一个温字。所以说这个预言是实在是太神奇了，把这个人的主宰这个历史的这个人的名字，通过这种密语的方式就说出来了，他的名字就叫朱温。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整个事件的主角
也是当时那个主宰整个历史的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就叫朱温，就这个寓言里面就写出来了。然后说到朱温，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历史事件。朱温是在唐朝末年，他把这个唐朝的这个时代结束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残暴、非常凶狠、非常杀人如麻，而且是一个那种淫乱不堪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大恶魔降生人间，就这么一个人，就是把怎么不好的贬义词用到他身上都可以的，就像《西游记》里面那些大魔王、那些鬼王啊、魔王啊、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这些魔王啊。他就这么一个人，但是就这么一个人，却发生了一件非常温馨的故事、温暖的故事、传奇的故事。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讲他这个故事。他传奇的什么呢？他有一段非常非常为后世这些史学家所称道的一段不可思议的爱情故事。这个朱温小时候呢，不喜欢劳动，整天混日子，就像一个混混一样。但是呢，就喜欢舞枪弄，凶悍、刁蛮，而且非常狡猾。他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小孩子，他的母亲对他非常喜欢，因为有一句话叫做"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四川话叫幺儿，就是小儿子。百姓就喜欢小的，对他非常宠爱，就把他宠坏了。他的母亲太喜欢他了，然后他就老是在外面闯祸，因为喜欢武术啊，打来打去的，闯祸嘛，打了就要赔，打伤了人要赔钱的呀。他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好，又非常的贫穷。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面，下面做一些家务事来维持生计嘛。所以说，他的少年时代是一个肆意妄为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有那么一天呢，因为他喜欢到处晃嘛，就和他的二哥就一起到郊外去打猎。他们喜欢打猎，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改变了这个人朱温的一生，他的整个命运、他的事业、他的一切就改变了。是什么事情呢？这是一个传奇的事情，但是对当时来说就是一个巧合。他出去之后呢，看到一个道观修道的，那个时候过去在古代这个就是唐朝末年的。什么寺庙啊，什么道观呐、啊，都很多。然后就有一个轿子从他面前抬过去了。能够坐到轿子里面的呢，那肯定都是大户人家。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好奇嘛，就在旁边站着看。这个时候，如果就这样过去了，这个历史也就没有改变了。历史就改写了，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关键是这个时候一阵大风吹起，就把那个轿子的那个帘子就吹起来了。过去古代那个轿子两边有一个小舱嘛，舱它是一个帘子，一段这个绸布把它挡住的。它一阵风马上吹开，吹开一看，这个朱温是一个年轻人呐、啊，很活跃的，和他包括在路边看到这些。敲锣打鼓过去许愿上香，一看就大户人家。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那个轿子里面坐着一位小姐，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坐着一个小姐姐，非常的美丽。这一眼看去就被她的美丽所念念不忘，再也忘不了了。回家就跟那个《聊斋》里面那些书生，突然看到一个狐仙，或者看到一个有缘的一个那种女鬼啊，永远念念不忘。他也不知道嘛，
他就被那个里面那个小姐就震惊住了，吃饭也在想，那是简直茶不思饭不想。然后一打听，才发现这个小姐不是一般的人，是当时他们那座城市的宋州地方长官，相当于父母官的一个女儿。一打听，不仅是美丽，而且文才出众，聪明了得，温柔贤淑，反正世界上的任何的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那个小姐姐的这个身上去了。姓张，他的父亲叫做张瑞，是当时的一个刺史，就是一个行政长官。他一个不务正业的一个小混混，那怎么可能幻想这个和这个张小姐呢？那简直是叫做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过去有一句话嘛，形容那些一个穷小子想一个小姐想疯了，他就是这样啊，想疯了天天。然后大家都不看好，就觉得根本不可能，你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你去想他，你不是做白日梦吗？没有任何条件去找那个张小姐，不管哪方面，要钱没钱，要权没钱，也要这个什么高级的这个学问也没有，他哪一点都没办法比。但是他不服气，他就从此以后他就决定为此奋斗。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的20来岁，他就跟他二哥说，当年的光武帝就是汉武帝，东汉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帝王，他当年也是发生了一个传奇，就是也是不小心看到一个女子，那个叫做阴丽华，也是以美貌著称，他就说娶妻当得阴丽华，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典故。那个时候其实光武帝也不怎么样，也是天天在家里务农，别人也瞧不起他，最后做了皇帝。这个朱温就把自己比成这个光武帝，那周围的人谁都不相信，说这个人疯了，那怎么可能呢？一看就是不务正业嘛，乱想。然后他不管，他就要为此奋斗。那个时候他还在地主家红了，那确实相差十分的遥远。但是他们说那个电影是传奇，电视是传奇，其实我告诉同学们，现实生活比那个电视，比那个电视剧还要传奇。所以说艺术来自于生活，生活是更加的真实和传奇。结果他就过了几年，突然这个就在公元875年，叫做唐僖宗的时候，前伏2年，突然爆发了农民起义，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这个黄巢农民大规模起义。起义之后这一发不可开交，这个全国各地响应的太多太多了。然后这个朱温处于社会最底层，整天就想日思夜想，想娶那个梦想，没事没事都在想娶那个张小姐，没有任何出路，连工作都找不到，就是一个无业游民，和那个过去古代的那个刘邦都没什么区别的。这个时候多少岁？26岁，正是那种一代热血青年。这个时候他决定参加这一场革命，农民大起义嘛，管他这么多，义无反顾，他就参军了，去当了一个那个黄巢手下的一个小兵。这个叫做什么呢？是金子总会发光。没想到他平时是一个小混混，他参军之后就表现出他的才能，这个没想到这个竟然是一块打仗的料，是一个当将军的料，非常的勇敢。而且他生性从小就很狡猾嘛，这个狡猾在打仗上正好如鱼得水，他往往就把那个敌方那些军队的这些人搞懵了，他就赢了。所以说他很快就开始在他的军队里面出人头地，那个上面的统帅一看，诶，这小子还不错，
又会冲锋陷阵，又作战勇敢。最主要是他和所有的起义军不一样，那个时候的起义军是很混乱的，也没什么道德品质，都像妖魔鬼怪一样。打下一座城池，这个统帅为了激励这些士兵，允许他们去挨户挨家的抢钱抢人，那些人就叫做什么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就跟那个过去讲的日本鬼子一样的，无恶不作。但是这个朱温这个26岁这么一个青年，因为他心目中有一个梦中情人，就是那个张小姐，他就一点就是打仗，打完了之后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待着，思考怎么下一次怎么打得更好。他就不参与这些什么烧杀抢掠啊、奸淫良家女子啊，他全部不参与。这一下就被统帅看中了，就是那个黄常，就觉得哎，这小子还不错。然后又发现这个人还是有一点初通这个笔脉，还是有点文化的。那个时代古代要通文化的人很少的，很多人都是文盲，而他还读过书。他家里虽然穷，但是他的母亲还是让他从小拜先生读书，因为过去就是书私塾，就跟那个我们的孔子孔圣人一样，有文化的人如果不做官的话，就自己回乡搞一个什么学堂，然后教这些学生收一点学费，所以说他还有点文化，有点在那个时候是属于有胆有识有理想有抱负有梦想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成了当时的这个农民起义的领袖。直到这个时候他都还是一个有为青年，打了几年仗下来之后，他还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和其他的那些起义军完全不一样，对老百姓是很好的，很不错的，至少没有去参与那种烧杀抢掠。所以说人他是会变的，一个有理想的人他相对来说能够约束自己，这个时候他就是属于能够约束自己的这么一个少年将军，很快他就成了一个大将军，在他的独当一面。所以说这是一个很传奇的一个事件，就跟我们中国的革命胜利一样，有一个什么纪律叫做三大纪律，叫做什么八项注意之类的，就这个军纪很严密，没有去祸害这些老百姓，他就会支持你啊，老百姓那个心是很亮堂的，知道谁好谁不好。他现在就是处于比较好的一面，这个朱温，他很快就成为那个农民起义的心腹的将领。然后接下来他就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了，因为又打了几年，已经30出头了，他就想啊，天天想那个张小姐，天天打仗没机会，还是朝思暮想。这个时候任何人给他介绍什么女子，要觉得你少年将军，很多人要巴结他嘛，给他介绍推荐，他全部不要。这个时候他非常坚定了，他就想那个，就看了一眼那个张小姐，他这个梦中情人，他一定要想办法去再见一面。他给他的这个上级就出主意，就说我们现在可以去打那个宋州，就是他当时的家乡那个地方，他说我可以去领兵把他拿下来。但是他内心深处呢，真正想的是想见到那个张小姐。结果果然这个说动了这个起义的这个他的上级嘛，就说好的，那你就去出战吧。哪知道呢，每个人一生都是坎坎坷坷，没有这么顺利的。他去打的时候才发现，当时的那个宋州的那个行政长官早就走了，一打听早就不在这里了，他都走了，他的女儿那个张小姐肯定也走了，再加上那个现任的刺史把这个不跟你打，就像当年那个诸葛亮打司马懿不跟你打，把这个城门关上，然后挂一个牌子，上面写免战，高挂免战牌，在古代你就没办法，在外面骂他祖宗三代，他就是不为所动。
不跟他打，最后这些农民起义军无功而返。最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当时这个皇朝已经都攻下长安，长安是当时的唐朝的首都，已经被他拿下了，建立了大齐政权，然后重用他呀，作为一方的长官，同收防御使是那一方的长官，当时31岁，已经打仗都打了四五年了，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属于叫做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属于那种钻石王的。你看31岁一个人单身，任何人跟他介绍这个女子要成婚了，他全部不为所动，他就要想找到这个张小姐。这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人我们感觉都还是挺不错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他的这个爱情故事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传奇故事。然后他继续奉命攻打，这个时候冥冥中间可能这个老天爷都被他感动了，因为像他这种将军在那个古代那个时候，那早就不会死等这个张小姐了，可能早就3妻6妾什么，早就不知道有多少了，抢了多少这些良家女子了，他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也不要，所以说上天都被他感动，他的这个爱情马上要发生了，冥冥中爱神在呼唤，月老开始给他牵线，他就去打了个同州，这一次呢就把那个同州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下面的士兵还是不能完全约束嘛，因为那个农民当时那士兵打下之后按功行赏，但是这个没有这么多银两赏给他们，他们可以在下面去抢啊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张小姐被他们抓住了，就是他部下抓住了，由于张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美貌出众，然后这个朱温的部下，他的部下肯定他的心腹啊，对他的那个长官肯定是心悦诚服的，所以说认为这是好的，一定要献给这个长官，也是讨好之意嘛。然后这个朱温呢也是一个单身的一个人，所以说就把他献上去，献上去之后这个张小姐已经是应该说是处于很凄惨的状态，他的这个父亲母亲已经在乱军之中被这些农民起义军杀死了，他还没杀死已经算是万幸中间的万幸，所以说押上来，这个朱温坐在上面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然后欣喜若狂，为什么？这就是他想了这么多年的，就他其实只看到一眼了，就留下这么深的印象，这真是的，你不用3世因果来解释你就解释不了，这些都是他过去3世因果所修来的这种缘分，一看不得了，这就是他想的这个张小姐啊。虽然穿的是很烂，已经没有当年的那种状态了，但是毕竟大家小姐啊，哪怕穿着一个很烂的一个最不好的这个破烂的衣服，也无法掩盖她的那种气质，那种美貌没办法掩盖，所以说他马上下来给她押金，然后马上让他下面的这个丫鬟给他赶紧去梳妆打扮，重新洗刷一番之后又来见面，然后这个朱温就告诉他，那个张小姐吓得不得了，以为这下自己完蛋了，不是被杀死可能就是被这些乱军所糟蹋了，所以说心里面害怕得不得了，哪知道这个朱温马上跟他讲他的故事，就告诉他在好多年以前5-6年以前就见过他，然后一直对他倾心不已，那个整个过程那个小姐能回忆起吗？一直念念不忘直到今天，而且他有这么好的条件已经是个大将军，但是还是不为所动，任何人跟他介绍没有兴趣，所以说这个张小姐被他感动了呀。这个讲起来我们设身处地真的会感动人，为什么？这个张小姐现在的状态是父母双亡，自己是阶下囚，随时有可能被杀掉，不被杀掉也可能就随时扔给哪一个士兵去糟蹋了，现在而且他这个朱温也不难看呐、啊，穿上的那种将军的服装，威风凛凛坐在那里，也是那种
很威严的那种状态，所以说这个张小姐已经动心了，芳心乱颤，为之动容。这就是叫做时势造英雄，也是叫做世事弄人呐、啊。几年之前，这是一个手无寸土的，也没有一分钱的一个穷小子，整天就是一个混混。而另外一个呢，是一个高官的千金小姐。几年之后，一个人变成了八面威风的这种独当一面的大将军，另外一个呢，家破人亡，父母双亡，举目无亲，随时有可能不知道出现什么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现对方对自己如此的痴心，谁都会感动。所以说这个张小姐非常愿意，就芳心暗许嘛，非常愿意和他好，愿意许。然后这个朱温呢，确实没有辜负他，为了表示隆重，还千辛万苦派手下士兵到处去找这个张小姐，看他还有亲人没有。结果找到他的一个远房的一个叔父，然后赶紧请过来，请他做这个证婚人，然后按古代最隆重的这种三媒六聘啊，然后请一个当时的道士，因为当时是一个道教很流行的一个唐朝时代，请道士给他选一个良辰吉日，然后黄昏。然后这个张小姐也算是这一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幸运，这种在历史上这种事情都不多，因为失散的人还能找到，然后一个人只是看了一眼就念念不忘，然后有功成名就的时候有任何的诱惑不为所动，这是非常罕见的。整个历史中国几千年这种事情不多不多的，所以说这个张小姐跟他前世的缘分是非常非常的深。所以说他那一眼，按我们的修炼的说法，就是灵魂的发现。因为人在这种专注的时候，他灵魂就会突破这个肉体就出来了，他就发现哦，原来上一世他们就是有这种承诺，有这种许愿，所以说这一次见一眼他就要无论如何要完成这个心愿。结果真的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哎，真的实现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张小姐也真的不辜负这个朱温的一片，这个张小姐对这个朱温整个事业有无穷大的推动。我们来看一看有什么推动。朱温最开始是一个农民起义军呐、啊，然后他就娶了这个张小姐之后，半年，没有半年，也就几个月，他就离开了这个起义军，投靠朝廷。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答案非常简单，因为这个张小姐不是个普通人，她是一个朝廷高官的子女，她从小就知书达理，学了很多的学识，胆识超群，后面还有他的故事。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巾帼英雄，就是看起来很柔弱，但是实际上他对什么儒家呀、兵法呀、战争啊，还有这个道家思想啊，那都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他认为一个人你这么英雄了得，不应该就做一个贼寇，毕竟不好啊，应该名声也不好听，而且以前整天提心吊胆，不如归顺朝廷，而且他本身就是朝廷的人。结果这个朱温听了他，为什么会听他？这个就很简单，因为前世缘因缘，他就要有，他说的任何东西他就相信，他就归顺了朝廷。他这一归顺朝廷就葬送了这个农民起义，所以说那个前面讲的这个皇朝当然也是因果报应，他乱杀人，乱像魔鬼一样的，所以说他也该受这个报应。但是呢，这是一个关键的，就是这个朱温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将军的背叛离去，使得他失败。然后很快这个朱温就得到了朝廷的重用，最后把这个
农民起义叛军消灭了。然后随着这个时代的流逝，又过了一些时间，最后他称帝，做了皇帝，结束了整个唐朝，所以说他实际上是唐朝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绝末者。然后呢，由于他本人也性格也是一个像恶魔一样的，所以说他的命运也算是好，也算是不好。最可惜的是他的命运还不够好，为什么？他最喜欢的这个贤妻啊，这个张小姐死得太早，寿命不够长。为什么呢？他在活着的时候，他这个朱温对这个张小姐就是他的这个妻子，那是严，他本身是一个很鲁莽的人，一生就杀人。但是只要他这个张小姐劝他，他就能听进去。然后张小姐觉得他又把一个部下抓起来，或者是一个俘虏抓起来要杀，张小姐就想办法把他灌醉，然后私下里把这个人放掉，包括他的部下，包括一些俘虏。要是换一个人，可能就被这个朱温杀掉了。关键是这个人是他一生之中可以说是三生三世的这种喜欢的真正爱的人，所以说没办法，他能容忍。所以说他这样一来呢，无形中其实扩大了他的这个势力范围，因为这他的其实是名声就很好，大家都觉得啊，他的有这么一位夫人这么好，这么温馨，所有的人都同感其道。就像那个朱元璋那个找到一个老婆也是一样的，脚很大，但是呢朱元璋听他的，他很善良的保护了好多人，所以说这个朱温在这个张小姐没死的时候保护了好多人，然后他要屠城的话，他就不许他屠城，想办法，这样他就约束了他，他这样约束他，无形中老百姓也得到人心，当然也保护了好多人，这就是因果报应了，他就所以说他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呢，他的命运就是还没有那么好，当他刚刚要准备坐上皇帝的宝座，要让这个唐朝最后一个皇帝上位，就是上位就是让给他，就是用一种仪式，好像是主动让给他，刚刚要做这个仪式的时候，突然这个张小姐病危，他赶紧连皇帝登基这件事情都放到后面，赶紧回去。你想想他有多爱这个，所以说他是一个传奇，爱情传奇啊，在历史上很少很少见。赶紧跑回去，跑回去之后结果还是没办法救他的命，他就要找最好的御医也没办法。就是说这个从修道的角度来说，这个山盟海誓啊，这个爱情呢，还是一个虚幻，还是一个假象，还是不牢靠的，唯一牢靠的就是我们这个灵魂的不生不灭，唯一牢靠的就是我们这个性命双修，内丹成就，唯一牢靠的就是这个逍遥自在，不生不灭。为什么他还得走还得死？为什么？缘分已了，他过去三生三世接下了这一份爱情的缘分，这个相当于张小姐对他有恩，这个朱温这一世就报恩，不离不弃，对他一直到他死都对他好。但是呢，他在临死之前呢告诉他，就说夫君既有鸿福之志哉，那知道你将来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只需要记住四个字就可以了，那我死了也瞑目了。哪四个字？戒杀远寿。戒杀就像我们道教讲的戒杀嘛，不要乱杀生嘛，戒寿远寿，远是戒寿嘛，不要去荒淫无道啊，很多皇帝都荒淫无道嘛，他就劝他，可惜他如果一直活在人间，那这个朱温真的会听他的，这就是人间就是很奇怪的一个奥妙，一个恩情。问题是他死了呀，他很快就死了，去世了。这个朱温痛哭不止啊，伤心到什么程度？准备自杀，追随他而去，被好多部下劝阻，才没死。这种有情有义的这种皇帝也好，大将军也好，其实很罕见的。特别是一个妖魔鬼怪一样的人，还有这样的情分，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李世民对他的那个独孤皇后也是有这么好，这种人很少。朱元璋对他那个皇后有这么好，但是没有几个，其他的就没这么好了。然后他后来这个朱温就登上了第一位，第一件事情做的什么？不是要去找一个年轻貌美的人来做皇后，不是的，而是立即分封这个已经去世的张氏为他的元贞皇后。所以说，在历史上这个史书上记载这个事情，在一个这种魔鬼一样的人的滥杀无辜、荒淫无道的身上，还有这么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在历史上是为史家所惊叹。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都会感觉非常的惊讶，就说明人有既有魔性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这个为什么是魔性？这都是他的这个过去的业障所来。为什么他对这件事情，对他的张小姐这么的恩爱，这么的言听计从？他死的时候伤心欲绝，很简单，三世因果，他种下的这个善根，他就来报答他。报答完了走了，就跟过去聊斋我讲的好多狐仙去报答一个书生，报答完了走了，他是死了就灵魂鬼魂走了吧，狐仙直接就消失了，飞升仙界了，或者到山里面修行去了，这个都好说。问题是他的魔性呢，他本身就是个魔嘛。这个朱温也是为天下人所不齿，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叫做"天下女人两不淫，生我者不淫，我生者不淫，其余皆淫之"。所以说他的那个昏到死，当然这也是他该死，他最后死在这件事情上。因为他到一个大臣家里，他就要这个大臣的后，他那个后面的那些，整个房间里面的妇女或者是什么小姐啊，什么那些丫鬟呐、啊，都来服侍他，一个一个的禁欲叫做。然后最可怕的是，他有很多个儿子嘛，他对他的儿子的所有的儿子出去打仗，他就把他的儿媳招到这个宫里面来侍奉他，就是一种乱伦的状态侍奉他。然后这就让他走向死亡，所以说这个叫做因果报应，谁也就是说上天不会饶过谁，你做了好事给你福报，你做了坏事就给你灾难。他过去是对那个张氏的这种好，所以说他这一世跟他送过来，这一世他就一个养子朱由文。这个养子的这个妻子就非常的王室，非常的美貌出众，然后这个朱温就非常喜欢她，然后经常招入后宫满足她。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被她说动了嘛，耳边风很厉害的，他就准备把这个位就传给这个养子。他的那个亲生儿子啊，朱有圭是亲生儿子，他亲生儿子的妻子也是要来侍奉他乱伦的，然后呢也对他很好的，都来争夺嘛，就希望把皇位传给自己的这个老公嘛。结果这一天，他突然在后面听说这个朱温在病重的时候说："赶紧把你的这个，就是那个养子的王氏，让他把这个叫进来，准备把这个皇位传给他。"然后他这个亲生儿子的这个老婆就派人马上去告诉他自己的这个丈夫嘛，就是他亲生儿子，就说你再不来的话，不想办法的话，你的这个朱温，你这个父王就会把这个王位就传给那个另外一个人了，我们就完蛋了。结果他这个儿子一听，知道必须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就派了好多他掌握的这个士兵、禁卫军，就发动了政变，连夜杀入宫中，就把他的这个亲生老爹碎尸万段杀掉了。所以说，这就是因果报应，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所以说，在任何时候要知道，举头三尺，是做的好事坏事，早就神明记录在案，谁也逃不过。
做坏事都下地狱，做好事都升天堂，这是千古不变万古不变的定律，这没办法改变的，谁也改变不了。这不是说有的人说啊，我学点法术我就改变了，你学点法术到时候你做的坏事都阎王一样把你收到地狱下面去，再有多的法术再有多的神通一点作用没有。就像那个印度有一个如来，他有个弟子叫目犍连，他说啊，我神通第一，我很厉害，他要去保护一座城，没用的，他使再多的神通，最后那座城由于这个恶贯满盈，恶贯满盈嘛，还是被全部杀光了，他什么作用起不了。然后他自己的亲生母亲由于做的坏事比较多嘛，或者是说诽谤当时的这些大修行者，大修行者那种带的那种因果那种能量那是非常非常的巨大，他去诽谤，诽谤之后那个死了之后就下地狱去了，他神通第一啊，就说看到他母亲在下面受罪，赶紧喂一点食物给他，没用的，刚刚到他嘴边化变成火烧掉了，随便怎么喂喂不了，最后还要通过其他的一些超度的方法慢慢慢慢的才能够把它解脱出来，这个是因果报应的可怕之处。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深信因果，要把这个传达到整个社会，让大家都深信因果，升起慈悲心。然后他医生也杀的人太多了，所以说我们也尽量升起这善心慈悲心，为他人所超度，包括他的这个妻子张氏都应该做，帮他做超度，对我们都是有重大意义，对我们修行有重大的帮助。所以说他最后诵曰：一后二祖晋升讲，他当时四海茫茫总一家，因为整个天下过去称为四海也是坎卦，就是水嘛，就在凝聚在他这一人之身上。我生还我杀，儿子把他杀死了呀，他生的呀，所以说这是讲的这个道理。回头还有李儿化，李儿就是代表唐朝，唐朝到他这个时候就结束了，这个整个预言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时间还有一点点。我讲一个明星曾经演过一个很有名的还珠格格，林心如，讲一个他的一个命理上的一个小知识给大家。他的这个时间是1976年1月27这个时候出生的，配成这个天干地支就是乙卯己丑戊寅。他为什么能出名，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明星呢，在他这个年月日里面就显示出来了。因为他这个年他是这个日干是属于戊土，是属于土命人，土命人见到木，他的这个年和日都是木，乙卯木寅木都是木为官。官是什么呢，对一个女子来说她是女子嘛，女子见官的话就是见男子，她身边围绕这么多官就意味着有很多男子嘛。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代表一个明星的粉丝很多，粉丝很多，然后如果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的话就会被长官所欣赏，他在娱乐公司嘛，他就上面的领导啊老板呢就对他很欣赏，愿意推他，所以说他容易出名。然后呢又传出他跟另外一个明星结婚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另外叫做霍建华也是非常有名的，演的有一个仙侠片叫做花千骨，里面演一个神仙飘飘欲仙，演得非常好。他是1979年12月26日把他换算成这个天干地支是己未年丙子月丁卯日，那么一看这就是月老跟他们牵红线了。为什么说月老牵红线，其实在这个我们道家总结的这个学说里面
很清晰，就是这个霍建华的这个太岁未土和这个林心如的这个太岁卯木，它是处于一个三火局。什么叫三火局呢？就像一个绳子把大家绑在一起，叫做亥卯未和木局，它合在一起什么意思？月老绑红线了，把他们两个脚上都绑上线，想逃也逃不了，他就有这么一段缘分。就像刚才讲的这个朱恩和张小姐的爱情故事，早就注定了。怎么注定呢？前世注定的。所以说这个每个人这一世的事情前世注定，那么我们下一世怎么办？现在注定，我们现在的修行就是为下一世修。如果不想下一世，不想玩这个六道轮回的游戏怎么办？发大誓愿往生东方长乐美好的一个世界，是一个不生不灭寿命无限长的一个世界，逍遥自在的世界。然后再看它的月份，霍建华的月份是子水，这个林心如的月份是丑土，这个子和丑呢又是一个红线，叫做什么？子丑又合，合在一起了呀，就像那两个一个磁铁和一个铁咔嚓放到一个距离以内，它就吸在一起了，来电了嘛。所以说他们能够活在一起就这么简单。然后呢，霍建华是属于火命人，林心如呢土命人，而且这个林心如这个土比较弱，需要火呀，这个霍建华正好有丙火丁火都来生他，那肯定霍建华要追他啦，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他们一拍就合，这就是前世因今生果，今生因来生果。今天我们就开始到这里了，大家自己注意收工。一般来说收工其实两手捏成拳头，用力三次，所有的这些能量获取的收入下丹田，变成一颗小小的闪闪发光的金丹，它就可以了。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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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